原来杨家枪法演变而成，相传杨家枪传自杨五郎，并将杨家枪法演绎为军法，并集以阴阳五行八卦之原理在内，故为五郎八卦棍。八卦者，由太极生两仪，由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集以易经之由，阴阳并济，刚柔并重，无往而不利，无坚而不摧嘅。